常见数位印刷机有哪些？四大类型带您认识。数位印刷机多了传统印刷所没有的弹性及高度适应性，在印制成本比传统印刷来得低，支援的材质也更广泛。一生为大家整理四大类型的数位印刷机，一并与大家介绍。一、雷射印刷。雷射数位印刷广泛用于广告输出、影印店、纸类印刷、图文输出中心等。二、UV 直喷印刷，借由油墨喷到列印材料上，再通过 UV 光源照射使油墨固化在列印材料上。目前 UV 直喷印刷技术多被使用于设计工作室、文创行业、印刷厂、广告工程、广告设计等相关行业。三、纺织直喷印刷，透过直喷的方式将颜料染进含棉材质的纤维里，经过高温热烫将颜料固色于布料上，适用于团体服、成衣业、帆布提带、印花布业者。四、热转印印刷，通常分为热升华与热转印，适合在多种材质上，可印制全彩图像或照片的图案，能制作少量多样的客制类商品，适用于礼赠品、文创行业、个人工作室、成衣厂等行业别。透过这次的影片，是不是更认识数位印刷机了呢？根据不同产业的印刷需求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数位印刷机款，便能在创业路上拥有事半功倍的效率与成果。若有任何数位印刷设备的问题，也欢迎您与我们联系。一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RT 品牌一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